珊珊，这个配催我哟，就跟你说个大实话，我的上过次丫头哟，个个都长得貌美如花，包你这回相亲成功。那个以前的我呀，光有一副旷世的容颜，但是现在不一样嘛，我车钱了，我现在属于财富与美貌并存了。但是我择偶的话呢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我就把我的对方单纯看。像哪叫单纯呢？确实没得恋爱经历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的三个次丫头都没谈过恋爱。有哪呢？因为我没谈过，我就把我的对方呢也没谈。厉害，他们就是谈的话呢，也都只谈了翅膀。翅膀不要紧，可得。你这个错呀，我来看他们来没的。我跟他说个事啊，那不把三哥一路喊来了。哪个？我怕他们三哥看到我这个旷世容颜，搞得打起来，那一个一个叫。哎，这个不满意的话呢，就换下一个。有道理。你我来看看啊，那个错啊。哥，我妈呢？啊，你的妈妈去看你的堂姐们，还来没有的？小八，哪个？老实说，你这几个表姐，谈几次恋爱？这个的话，你问都不要问的，一个都没谈。哥，来跟你说啦，都喊来对头的呢，我又不晓得是我哪个表姐。像整个，都喊你求说你要吃鸡蛋，要是他谈一个男朋友呢，我就给你煎一个鸡蛋；要是他谈两个男朋友，我就给你煎两个鸡蛋。这样我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情报告诉你的，其他的呢，你个人去办个。哎呀，可以啊！事成之后还有大红包，感谢哥。哎呀，珊珊，给你介绍好的，这是我侄姑娘，叫婉婉。啊，你好啊。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，买那么一只水水，俺们一中文介绍一遍，我的名字叫珊珊，我是我们村的游子男青年。金灯的，屋里呢还一套船王的，一般我不穿了。Nice to meet you。很高兴见到你啊！呀，那个，他有点倍感饥饿。什么瓜？饿了。好，我来给你们吃个哈。呀呀，不晓得不晓得，哪能错啊？那个，让那儿子弄了我吃就行了。嗯，那个小八，给我煎鸡蛋去。我就吃个煎鸡蛋就行了。好好。那个，有句话我不知当问不当问呢。你谈过几次恋爱？呀，我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。那个，你没谈过啊？嗯。呀，那可能我们不是蛮合适。哪个情况呢？我没谈过，我去巴不得找个有经验卡的带好我。哼。呀，不是说你不好呢，嗯。你蛮好啊，其实我的问题啊，轩轩是我天，下一个下一个。那个，你谈过几次恋爱？我谈两次恋爱，我之前在广州上班的时候谈了一次，然后回来武汉上班又谈了一次。如果这次能跟你说成的话，那你就是第三个。那个谈两次噻，嗯，可能我们不合适。为么子啊？因为我也没谈过广东的，也没谈过武汉的，跟俩我们的共同语言强。那个不是说你不好，是我的问题。嗯，
下一个。你谈几个男朋友啊？我就谈了一个男朋友。咦，真只一个鸡蛋呢？这丫头死说的实话呢。那个，你只谈过啊？就你啊？就你，我对你还满意。抽呀，抽他，抽他。好，那个你对我欠了呀？满意。呀，太好。那个，抽呀，这见面礼子。是卡的是钱呢，跟他去买那个三金哥，那个改天出个时间，我们一起再给有些家具里看家具哥啊，这个是确实定的，满意，相当满意的你。好，要我们走的。去，把那个戒指啊、项链啊、梗子啊、镯子啊，成了3买5买啊！哎呀，我天，你想吃鱼鹅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，满意。这我说实话。老实人说老实话，我谈一回，就说一次，多好。哥，你上次拎的啊？哪个？这不是一个鸡蛋。你只捡了一个呢？这是30几个鸡蛋。啊？30几个鸡蛋我捡不着了，就跟你谈一个蛋吧。他谈30几个男朋友。谈30几个？嗯。我的卡！